哦，对，我这个鸡是很厉害的，它有油又有双拼，真的好吃，好想吃哦。虽然我昨天有吃很多了，还是会饿。没，当然了，因为 一天是一天嘛。啊，你们吃，你们辛苦了，工作人员也是辛苦啊。哇，看这个妞妞是难得来香港，然后就一直觉得她很想。我很想吃咖喱鱼蛋。哦，咖喱鱼蛋，啊、咖喱蛋也有好吃跟一般般的。对，我想吃黯然销魂饭。啊？黯然销魂饭，这不是也蛮有？我们昨天走着走着，有看到路边有一台车在卖黯然销魂堡。就汉堡哦，那里面放叉烧哦。对啊。哦。现在见到什么都很好吃。那你有吃那个蛋挞吗？我没有吃到蛋挞，不是蛋挞，因为我昨天光菠萝油就吃了两个，你觉得呢？哦，